哎，特斯拉，我们去看特斯拉。牵车了，牵车了。好，走吧。哎，你看我还穿自己的衣服，有一点羞耻。我还没吃中餐呢、欸，顺便给你们介绍一下这附近有什么可以吃。那我们第一站先来买杯饮料，我很喜欢喝这间的一心二叶啊，一杯那个意难蓝甜，三层的，每拉一段呢，喝的味道都不太一样，喝起来就酸酸甜甜的。那要去的是那个永福路啦，泰山毛猪血糕。好了，各位，那我来点一个飘香辣色粉跟手工粉，这个真的好吃。觉得这边哦比较可惜的是，就那个市集比较少一点。如果它这边市集多一点的话，我觉得整体这样用起来会比较好一点。这件很好吃，叫做无名豆花，那个海报都是人家画。全美戏院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？我们走这边，这边我也没走过。我跟你们讲哦，上次有去吃它下面有一间叫做老干杯，有够贵的呢，牛肉都非常的贵，两片三片，然后他帮你烤，只要吃完一餐要多少钱？我们后来没有吃套餐，哇，他套餐一个要四五千块呢，吓死人啊！我告诉你啦，吃个七百块就要闹跑了。我觉得那个通常哦，遇到一个女生心仪的对象蛮喜欢的，就说哎，走吧，我们去吃老干杯这样。那个男生进去一次之后就说，算了，我们下次就不要再来了。我觉得那个一般男生哦，应该会觉得吃那个太奢侈，不是在假丑霸啦。夕阳都没多晒，那边有那个 Best Bar， 这个一台要十万吧，是金属的、哦，真的假的？八万八，这么贵啊！这边很多人呢，有活动、哦、我们来看一下。我们是成大吉他社，成大的。我们是真正在欣赏这种非常好听的音乐。你们看啊、哦，我不戴帽子。戴帽子，是比较年轻。哇，你还买东西哦？你不会吧你？哦、你居然买摇杆？啊，小东西啊。不行，这个我一定要给你钱。别，不行啊，这样我不收不好啦，真的。小东西而已、啊。干嘛那样？不要那个。来了，我都跑一趟来了。啊，就是你又跑来啊，我又让你花钱，就这个啦。2019玩具动漫《骷髅魔法师》柯南的 T 恤。十一不落哎，他说叔叔的手机镜头跟衣服、麦克不配。说穿大眼怪有什么不可以？对啊，大眼怪啊，好像是一个意思。哦，原来你的道理是这样子哦。稍微让大家看一下，假面骑士啊，那边大家应该就比较熟，酷斯拉。好多台哦，这个我有玩过，沙龙曼神。这以前是读也是读磁碟片的，不知火舞哎，草地金哦，小佛有这个电脑超级古董哎，而且这个盒子还有哎，过一百就以前都要大片的，好像很多片慢慢读，对，以前是这种，因为游戏里面可能有十几二十片这样，一直换，真的真的，可以跟你照张相吗？哦，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照个相好吗？哦，好。就是因为我穿这衣服很认识，不然根本没有人知道我是谁。帽子我有想要做啊，但是我土想要重画，我想要这里变成是一个 YouTube 的奖牌，然后红茶在这边。啊，哇，哎，特斯拉，我们去看特斯拉。牵车了，有特斯拉哎。猜一组沙发多少钱？十万到吧，一百多万。靠腰，吓死了！哇 ，Model X 呢？各位，你看看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买完不能买，可以看吗？好帅哦！如果是你的话，你现在开 BMW 你会想选？如果觉得最主要是你要去学冲业，好啦，看看就好了。对，498，这个好看哦。300万，我们去吃泰国虾好了。有啊，他们可能是自己买的。日租700。哎呀、啊，我就直接骑这个去垦丁，再骑回来就好了。我们今天吃这个黑海岸的虾。松香香，水莲好。你不是常常
是辣椒粉吗 ？USM 喷看看哦，不要开玩笑，那个是辣到会失明的呢。啊，辣到不是失明，就是你可能会短暂二三十分钟看不到东西啊。啊，这么严重哦。就是咬下去比较水分，然后加着那个辣椒跟蒜花，还蛮好吃的。好，那个葱香香，不过冒烟的。哦，精华。走喽。谢谢谢谢，拜拜。我一定努力不要坠机了。OK， 好，拜拜。我们先来付一下那个，好贵哦。你们猜多少钱？260块。我靠，怎么那么贵啊？嗯。我靠，自己切回来哦。哎、欸，阿姆的喝高仔，我无痛口。哇哩嘞嘞！我不知道他会自己切回来呢。我刚刚本来想要脱裤子的呢，没想到他自己会切回来。来，各位 ，Andy 干爹送的。遥感，他还送这个辣椒喷雾，那下面还是有一些按键，现在应该这样就装好了吧？我们先进入 Express。你们知道那第四个是什么？我不晓得第四个是什么。来啦，各位观众朋友，老店姐阿卡阿公姐阿妈啊，咱准备要起行啊。100。可以的，各位，我们没有失败，我们没有失败。你看，你看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后轮先下了那种秒差很难抓的呢？你知不知道？先这样子了，好不好？那也非常感谢今天我户外直播，大家还是来收看。那也更感谢这个我们干爹哦，送我们这个飞机的遥感哦。真的是不错用，祝大家明天上课上班顺利，好不好？早一点休息。如果喜欢影片，喜欢频道，也记得帮我按个赞，按个订阅，随时按下小铃铛，追踪我的动态。我们下次再会，谢谢，拜拜。